请掀开经本，科注卷中第二十五页，卷中第二十五页，如来赞叹品第六，请看经文。二十世尊，举身放大光明，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除大音声，普告诸佛世界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，及天龙鬼神、人非人等，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，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，救护一切罪苦之事。到这里是一段，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是能教化的教主，我们现在称为导师，这是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。那么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的去体会。一切众生根性罪劣的，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，无过是地狱众生。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，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，其他的那就是好度的了，这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，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呢，我们能够体会到，他确实有能力普度九界一切众生，与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无二无别。所以介绍完了以后，世尊在此地对他特别的赞叹。那么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，目的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，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，赞叹菩萨功德，普度一切众生，目的在此地。经文一开端，举身放大光明，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这说明世尊的放光，遍照
尽虚空变法界，一个处所没有遗漏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照到啊。这种境界跟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。举身特别注重这个身，身是色相，光是从啊这个身相上放出来的，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，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。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，这种光波非常特殊，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啊，这个一刹那当中啊就变虚空法界啊，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日月星光啊，这个光它这个速度啊，传播的速度很慢啊，我们听到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许多星星他们放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的，所以几百光年、几千光年、几万光年啊，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。佛放光呢，这一放就同时就到达净虚空变法界啊，所以给这些光啊完全不相同。举身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，这个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云啊，这是圆满光啊。圆满光里面含摄了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，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，都在这个光相当中啊显示无疑啊。所以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那么显示这个佛身周边法界，显示三身一体，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不但显示三身是一，同时也显示出一真报二了啊。一报是生活的环境啊，正报是这个身体啊，一即是报，报即是一，一正报二。如果众生呢有缘遇到佛光，什么叫有缘呢？啊，哪些人有缘，哪些人没有缘呢？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，你就见到这个光；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啊，不是佛光不照啊。啊，诸位同学要晓得，佛光遍照，我们为什么见不到？啊，这个见不到的原因呢，就是自己有业障。
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导我，他老人家非常坚定肯定的说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佛事门中，诸位要记住，佛是什么？觉啊。佛事门中啊，就是说觉悟的门中啊，觉悟不是迷惑，有求必应。那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啊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大师告诉我，你有业障，必须要将业障消除，感应就现前了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业障怎么消除呢？我都问这个问题了。业障是肯定的有，如何消除呢？大师告诉我，忏悔。同时又告诉我，忏悔呀，不是叫你去拜忏。你去拜大悲忏、拜梁皇忏、拜什么样的忏，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。那要怎么忏悔法呢？忏悔是后不再造，这才叫真正忏悔。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过失了，赶快改正过来。这叫真忏悔呀。那么我们又问，这个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，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？大师告诉我，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啊，是做这种样子，做这种仪式，给那些初学佛的人、没学佛的人，让他看到这种形式啊，生起惭愧心，生起忏悔心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在恍然大悟啊，那是表演给别人看的。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，着重真正回头，知道自己错了，错了马上就改，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悔，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。那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明，佛的光明，佛的光明啊，抵制这一部经典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呢，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啊。他这个光明是永恒的，不是间断的。经典所在之处，佛光所照之处。我们展开这个经文，读诵受持。现在讲呢，学习就是接受佛的光明。能够觉悟了，能够依教奉行了，必定得证无上菩提。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。
要珍惜。大音声是三十二相之一，三十二相里头不叫大音声，它叫凡声，如来凡声，凡是清净的意思。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。大论里面说，大梵天王有五种声，也就是他的音声呢，有五德，五种的德相。第一种呢，他的音声呢，声这个很深，深沉，就像打雷的音声一样。能够让人惊醒警觉。第二种德呢，他的音声能够远闻，在此地佛的音声呢跟佛光一样，净虚空变法界都能听得到。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，我们耳根有毛病。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啊，毛病是在心上，心不清净，于是这个根呢就产生故障。这经上常讲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我们的身严格来讲是最贴切的第一个医报，所以说相随心转，体质也随心转，我们的六根呢随心转了。心地清净呢，这个六根里面的细胞啊，这个微细胞啊，它就起变化。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。就能够接受虚空法界的讯息。也能接受尽虚空变法界的色相。而能够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，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，不想听的时候寂静无声。我们在经上看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啊，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呢？他心静，心静则国土静嘛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明了这些事实真相，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德相、智慧、能力，没有别的，都在一个定慧。定慧里面，定是枢纽，慧不必去求啊。定起作用就是慧，定起作用就是戒，戒定慧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不能离开的。
定慧这个作用啊，我们讲巧啊，与戒相应的善，诸佛菩萨他们的善巧方便呢，就是念念都与戒定慧三学相应，善巧到基础啊，所以确确实实他的光明遍照啊，凡因彻昏啊，听了之后啊，都生欢喜心啊，见色相生欢喜心，闻音声生欢喜心，不但生欢喜心，体会到这个意思，自自然然生起敬爱之心啊，这是第三种德相啊。第四种德相呢，佛说一切法，甚深之法呢，你听了之后并不难懂啊，很容易听懂，很容易接受，决定不会把意思解错啊。第五种这个德呢，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啊，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，这个做久了啊，他就厌倦了啊。见佛的光明色相，听佛说法的音声呢，永远听不厌啊。现在人讲的是高等的享受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说出大音声告诸菩萨了，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。这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，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论的啊。华严称为根本，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。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，你从哪里修起？要从这个经修起啊，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所以佛在此地啊，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诃萨啊，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啊，应当要肩负起弘经的使命啊，护经的使命啊。怎样护呢？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啊。如果我们到处宣扬，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，自己没有去做，没有认真去修，那是福德啊。这个是这种做法，果报啊，是世间有漏的福报，你修福了。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，再辗转化他了，这个就属于功德。功德里面有福德，福德里面没有功德。啊，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了。
世尊在此地劝导一切菩萨摩诃萨。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了，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，做佛的弟子，做佛的学生。那么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呢？这完全看自己。如果我们自己身口意三业与佛教会相应，那佛是肯定承认呢我们是他的学生。如果身口意三业与教会不相应，那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，今天现的这个现形象，也剃度，也穿袍大衣，也去受戒，佛菩萨还是不承认呐。不承认，那这个身份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，叫名字比丘啊，名字有名无实啊，名字沙门，名字出家人，不是真的。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。既然出家，一定要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子，那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。要弘扬这部经，一定要修学这部经。许多这个学讲经的同学们，我在此地，在其他的地方常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来问我，怎样才能把经讲好。那么这些人以为我呢，这个讲经几十年，有一点经验，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。这个经要真正讲得好，一定要儒教修行。你真修才有心得。我们现在人讲心得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悟处。你不是真修你没有悟处唯有真干才有悟处你悟得愈深，你讲的当然越精彩嘛。你要是没有悟处，看别人的注解，所谓是照本宣科，全是别人的，与自己毫不相干呢，你怎么能讲得精彩？你可以把那个注解讲得很熟，讲得很流利，所以讲得天花乱坠。有没有实际的内容呢？没有。
你所讲的全部是表面的形象上的，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。你入得越深呢，你发出来那个力量啊，自然就不相同。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，要真修。这样啊，你才是真正能讲得好。你的见解、思想、心行与佛相应呐、那哪有讲不好的呢？大梵天王因生这五德，你也能够具足啊。那么初学，我们没有觉悟，没有悟入啊。初学应当从哪里学起呢？真诚。这能有感应，能有佛菩萨加持，加持帮助你悟入。你这个心不真不诚，没法子。这个真诚呢，没有丝毫虚伪委屈之相。不单读经讲经的时候真诚，上讲台真诚，下讲台就虚伪了，行不行呢？不行。诸位要知道，一真一切真啊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，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，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，你才能悟入啊。如果你还两种用心，决定不能悟入啊。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，实在讲，你对于眼前这些状况你也不能了解啊。这个是真正发心学讲经，发心要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。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不仅是悟入啊，可以说他们呢，彻底的悟入了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彻发谛圆呢。我们知道，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菩萨、摩诃萨，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实现的，菩萨的身份没有一定啊，这个要诸位要晓得，他可以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。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这举一个例子，他的示现不是自己的意思，完全看众生的之感啊，他是有应的，所谓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现佛身那个佛也是菩萨了。应以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，他就现童男童女身，那童男童女亦是菩萨。
因以比丘身得度者，他就现比丘身。哪有一定呢？甚至于说，因以乞丐身得度者，他就现乞丐身。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上看到的，虚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乞丐，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。所以要晓得，这些菩萨摩诃萨了，就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各行各业，你晓得哪个人是菩萨的？不知道啊，我肉眼凡夫啊。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个做的用意很深呐、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最极的恭敬心。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？无论是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我们都要把它看作诸佛如来所实现的，我们那个恭敬心才真升起来啊！这样才能其如普贤行啊！普贤第一个行，行门礼敬诸佛，我们对待任何人事物真诚的礼敬呢、礼是外貌，敬是内心的。所以这个示现的深意，示现的密意，把我们带到普贤行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众生。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化身，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如来化身呢？我这个心要这样子对他，他是如来化身，他这个人在我的境界里面就是如来化身。你要问什么道理？境随心转，随我的心转，他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如来，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凡夫。这个道理你懂不懂？我心目当中他是如来，我的境界就要提升到如来境界。佛眼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，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啊。凡夫成不了佛，就是因为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。如果你果然回头，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你成佛好快呀！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成佛？道理在哪里？就凭这么一点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以真诚心对一切人事物啊，真诚到了极处啊，把所有境界统统转成佛境界。我们在讲习里常讲，相随心转，体质随心转，境界随心转，天天在讲啊，天天在劝啊，天天在提醒啊，你为什么不能转呢？这个转在一念之间呢、生佛实在讲啊，就是一念的隔阂啊。一念觉你就成佛了，
一念迷，你就是凡夫啊。希望诸位同修啊，要深明此义。所以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啊，晓得万法皆空，晓得一切法无有自性啊。般若经上讲的诸法缘生，缘生无性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他还要来实现，还要来做出样子给别人看，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。因为他也明了佛种从缘生啊，什么是缘呢？一切人是缘，一切事是缘，一切物也是缘。我们六根面对的那就是缘呢，这个缘里头怎么有佛种呢？刚才我教给你的，你能把一切人事物都看作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你那个佛种生了。如果你看着一切人事物都是凡夫，都是业障，生死凡夫，你的佛种不生了，你的业障生了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生起了，都在一念之间呢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？这个宗门的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，话头里常说会吗？你会不会啊？会么？会了就入境界了，不会还是凡夫。所以那个会么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长啊。我们要能体会呀、这个意趣。所以众生呢，因这个原因有感啊，菩萨呢也因此而有应，感应道教啊。这个感应道教的理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，我们跟一切众生也是观感应道教。善与善感应，恶与恶感应，理很深呐、但是不是体会不到啊？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，你看学佛的人喜欢跟学佛人在一起，我学佛我有感呐、所有那些学佛的人他就应了。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跟学基督教的人在一起，这不就很明显的例子吗？事法也是如此，打牌的人他有一批朋友都是喜欢打牌的，他跟他感应道教啊。跳舞的人跟跳舞的人感应道教啊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呐、为什么会一类一类、一群一群感应这里？不但动物有这个感应，植物也有这个感应呐、如果你要是留意，到这个野外山林里面去旅行，你看看那个树木，一片
这个数目啊，同一类的。啊，他不会说这一片树林里面有很多种的时候，不同的这些种类很少，我看不到的，除非人有意去栽的。啊，如果它自然生长那个树林的时候，它一片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种类。啊，所以啊，无论是动物、植物、矿物啊，它都是一类一群一群的。这个道理叫感应之力呀。啊，善与善感应，恶与恶感应，静与静感应。啊，那么你就懂得了佛与佛感应了。佛菩萨以种种身份，以种种色相，在这个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。这些苦难众生呢，一定要先救济他了。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，慈济到极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那是真正的慈悲救济。啊，以这些财物救济，他没得吃，送一点粮食给他。没得穿，送几件衣服给他，就一时之急，不是长远之道啊。长远之道啊，要从根本上救度啊，要叫他破迷开悟啊。要帮助他恢复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，无有穷尽的福报，这是真救济，这个不是假救济，这是救济到极处啊。那么《地藏经》，这对一切众生，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，从根本上的刺激。那刚才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一定自己先要依教修行，自己要真正做到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字句句的意思，你才能体会得到。做不到，依照人家的这个讲义来讲，讲得再好很难奇迹啊！这个一般是它不是味道啊，不是真正的味道，真正味道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啊。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啊，那是他修行，他证得的境界，从他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啊，不是我们自信流出来的。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。然后啊，我们跟经对照，跟古大德他们这些著书来比较啊，深入的去领会。请看底下一段经文，五灭度后，汝等诸菩萨大士
即天龙鬼神等，广作方便，为乎世间，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路。这一段，世尊说出他的这个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，特别是在佛示现灭度之后，这个世间没有佛住世了，没有佛住世，众生就苦了。迷惑颠倒，造作一切罪业，没有人教他了。所以佛要嘱咐这一些菩萨们，汝等诸菩萨大士，大士通常是对地上菩萨的称呼，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的。天龙鬼神实际上都是菩萨应化的，如果不是菩萨应化，真的是天龙鬼神，那是凡夫啊，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。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，为何事情？维摩经上说得好，如果没有方便啊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啊，你没有方便的，纵有智慧，你也不能发挥。就如同人真有学问、有智慧，他没有口才啊，他上讲台啊，他讲不出来。可是他写文章啊，写得非常好。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啊，文章确实写得好啊，上讲台不行啊，上课的时候不行，他这个意思语言表达不出来。所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，辩才也要求佛菩萨加持啊！怎样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呢？还是一个真诚的感应，我为众生，不为自己，才能得佛菩萨加持。一般人求佛，为什么求得没有感应？求佛菩萨为众生，里面还有自己。啊，99%为众生，还有一点为自己。啊，这个感应的力量啊，就达不到啊。啊，何况现在一般人弘法利生，大概的说，我90%为自己，10%为众生，啊，大概是这种比例啊。啊，一半一半的都稀有。他怎么能有感应呢？这一些事实
希望我们同学要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呢去体会。在末法时期，我们业障都很重啊，如果不得三宝加持，决定没有能力讲经啊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你看在经上讲啊，连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为身所讲啊，何况我们凡夫。啊，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，所以没有善巧方便，我们就没有能力表达，没有能力把这甚深的经义显示令初学很容易听懂。